主要是说的这条路的流量有一方面就是从景美永中永和地区啊，他们上下班呢就是说来的来台北市的，从新北市到台北市来的蛮直接的。算是非常早期的路，那另外它主要早期这边主要是通到现在的新北市。300年前哦，就是我刚刚讲的，1730-40年左右开始要开那个刘丰郡的时候，哦，开始刘丰郡，他们早期他们那一批最早期就是住在那个地方，所以他们已经有300年了，然后话已经好几个世代了这样。姓郭的、姓张的，好像有好几个大姓的。一般来讲，他们就是外籍学员来讲的话，哈，他们的英语或者说的讲是几乎来讲很少。他们应该来讲的话，在我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就说他们的手法性比较好，比我们国内的学生呢各方面来讲的话要比较好太多了。他们不会说你当你是什么时候，他们不会。他不会应酬，那我们这儿来的话，你看你要看着行人绿灯已经变成红灯了，加速在那边冲，这个时段是最危险的。我家这个很繁华，那个很近嘛，这条路基本没人走，然后我就直接穿那边的红绿灯斜着对角线就过去了。然后有一次那大叔就跟我说这样好吗，然后我好羞愧啊，不好不好。Last thing I feel difference is priority of drivers. In Taiwan, the situation is different. I think walking people don't have priority to cross the street. Actually, I have a little accident with motors because motor driver said he had priority to cross the street. And I also think I have priority to go.
with you in some far reach of damage that you do. 18两边的校园是结合起来的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刚刚不是走直线过来的，我们是蜿蜒的走过来的。然后在两旁呢，我们做了很多绿带。绿带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怎么把两个空间去连接在一起？我就种树。为什么？树长上去之后，它伞盖会打开，伞盖交叠的时候呢，我就会觉得这两个空间有一个建立的连接。那在基隆路跟长兴路这个路口呢，其实也很有意思。那这个路口其实连接了两个不同的世界，那一边可能是台大，另外一边就是每天来上下班的人们哈，就是不同的人在这里，因为这个路口产生了连接。To keep